紧身造型秀出肌肉线条，艺人卢广仲第七度登上台北小巨蛋巡演安口场，用广式摇滚热力开场。时向粉丝互动，嗨翻全场。这回开唱刚好中秋连假，乐手特地化身嫦娥、吴刚、玉兔军团，炒热气氛。惊喜的还有这首。相关的经典歌曲，卢广仲跟粉丝应景过中秋，嘉宾找来近期主演电影的演员，包括曾国城、黄轩等人共同献唱主题曲。有时候是谁也还算幸福，有时候怎么会这么辛苦，剧中场景搬上小巨蛋舞台，让观众感受电影魅力。卢广仲创下相隔最短小巨蛋开唱的创作型男歌手，每个环节做好做满，陪伴粉丝歌迷美好中秋夜晚。三立新闻高冠轩、沈婉仪台北采访报道。一袭全糖粉红甜心装，甜心教主王心凌在小巨蛋霸气登场。新歌曝光立刻点燃现场气氛，经典神曲中间还加入超惊喜桥段，性感的甩发椅子舞让粉丝眼睛大吃冰淇淋，热门歌曲唱完，王心凌也有话想说。今年呢，是我出道满20周年，迈向20年。不管你们跟我的关系是20年、10年，还是1年，只要我们相遇了，只要有音乐，我们就可以一直陪伴彼此。王心凌这次带着新巡演、新专辑，粉丝大饱耳福。新闻里面，转 S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